一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打开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打开您的心。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的智慧。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。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接下来，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见到你笑，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，跟着你笑，幸福充满整个心房，毁掉所有骄傲，留下慈悲的温暖。学习拥抱分享阳光的灿烂，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，自由却不是方向，飞得高看得远，去感受世界的美好。喜乐的心是神奇的舞蹈，旋转出生命的美妙，有了伴一起跳，才能发出力量。见到你笑，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，跟着你笑，幸福充满整个心房，毁掉所有骄傲，留下慈悲的温暖，学习拥抱分享阳光的灿烂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月灯三昧经，当愿众生发菩提心，实践般若蜜，普度众生，回向所有三途苦，来自排位有情，法会内外，个人身上各种冤亲债主，众生亡灵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。利用短短时间把，还是简单的讲一下。虽然看起来大家都很想睡觉，但是这是正常，所以修行嘛，就是一种自我征服啊，所以
朝的一个方向。第二个，菩萨境界有十种利益。当然，早上念完布施波罗蜜，现在讲的是持戒波罗蜜。那这个要看你站在动机什么地方啊。所以这里面讲了菩萨境界有十种利益。第一，满足一切智，早上有说过了，持戒可以证得解脱啊，特别在二乘声闻缘觉一定要持戒。第二，如佛所学而学，所以佛陀做什么我们做什么，特别在大乘佛教，佛陀因地怎么修，怎么行波罗蜜，都会成为我们自己的学处，如佛所学。第三，智者不悔。所谓智者是，如果我们不守戒律，这些有了解佛法的人，甚至有智慧的人，他就会看到我们不圆满啊，甚至有分别心的人可能还会批评我们，所以要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看。第四，不退誓愿。我们为了成佛，戒是无上菩提本，所以当然更要大乘的誓愿是帮助众生。那既然帮助众生，你不可能去伤害到众生，所以当然要持戒。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守持戒律，不要去伤害到众生，叫不退誓愿。第五，安住于行，这个行叫菩萨行，所以用了菩提心来实践。那凡夫是无明言行，所以各位早上听了那么久，讲来讲去反正就是讲实相啊，智慧如虚空，所以不分别一切。所以当然我们要安住于这些啊，在利他的行为就算有很多障碍，我们还要少守了我们的戒律。第六，弃舍生死。生死是痛苦，所以持戒得升天，持戒得解脱，持戒得成佛。但是生死也是当下的心态，当下的心态如果是意识分别，马上就在轮回了。就像你会忘了这个身体，但是如果养你就知道，哦，我身体存在了。所以当然我们就觉得有这个执着，我们才有这些感受。所以这些痛苦反而是提醒你，除了信因果，要想办法思维空性，乃至意念三宝，念佛不可思议啊！汉传佛教再大的痛苦跟我念佛，当下清凉，临终无障碍，不是光往生，平常的时候也是如此。第七，穆勒涅槃，持戒才可以证解脱。就像我们去做坏事，心里就怕，我们去做 不去伤害别人乃至做好事，内心就很平静。所以我们希望达到当下的平静，未来的解脱，我们守持戒律，破戒心里就不安。就像我们贪污了，就怕被警察抓。那我们学佛的人，警察才不恐怖，因果才恐怖啊！这个只能自己盯自己啊，不然的话，老实说，在这个社会，很多时间你可以造业。就像我们出家人，师父这个红包，拜托给你哦，你帮我去做僧服，我就一定要写下来。哎，珊珊写下来，这个不能搞错啊！因为人家说要做僧服供养，你就不能拿去做别的，这个只有你自己。但是有些人没有关系了，放在一起了，反正无所谓，都是钱啊，供养三宝。但是这样就不如法了。所以这个因缘果报真的是百分之一百的。所以第八，如果能够这样得无常心，你就不会烦恼纠结，
啊，问心无愧的意思。所以，当然了，就像玄奘法师，很多大师戒贤法师要往生之前很痛苦，他说：“我做错了吗？”啊，所以，但是他还是安住，虽然痛苦，祈求三宝，所以文殊、观音、普贤现前给他说：“你没有错，但是因为你这样认真，累世的恶业消除。”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好好的持戒，就不会畏惧啊。第九，得殊胜的三昧等持，就是内心的极静也好，或是专心的念佛。我看到很多上师，我就看过他们入涅槃的过程，他们就是播着他自己所尊敬的根本上师的说法，他就坐在那边往生啊，这个就是因为他对他自己的师父有信心嘛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在听法的过程，乃至没有呼吸，没有呼吸还不够，后面五天还继续，他们都说还没有出定，还在保持三昧的状态，所以要让自己有了戒，当然有定啊，所以小乘我们讲戒跟禅定，大乘是把定，这个是变成一种三昧，慈悲三昧，保持这种状态，可以得到殊胜的三昧。第十，不乏信财。当然，我们守戒律就会有很多福报啊，所以包括信徒会对你大做供养，信心的福报。所以守戒有着十种利益。那各位一定要看大圣经，然后大乘的菩萨的戒律有这么多这么多条啊，我们都一一的了解，这不是很困难。第三，菩萨摩诃萨住于住，就是不离开，慈悲忍辱。所以为什么叫慈忍？就是说你不能说好，我忍，我以后要报复，那不行啊。所以这个慈忍，他完全无恨的，甚至还要感谢对方的，还要继续对对方好的。慈忍有十种利益，每个人都不希望后面这四条：火烧你、刀割你、毒伤害你、水淹死。也就是说，你会遭受这种不好的外在的这种伤害。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层次，就像嗔恨下地狱哦，就你就住在地狱了，而且鬼神就会来伤害你。所以我们决定把慈忍当作我们的菩萨戒，所以就不会遭受这些痛苦。不然老实说，就是说像我们现在人都开车，砰，一个车祸，你仔细给他检讨一下，都是因为起心动念，然后呢，外在的就伤害就来了。第五，为非人所守护。你要是爱生气，魔就要障碍你；你要是修忍辱，这些非人，包括天人护法，护持你。第六，得身相庄严，相由心生，内心修慈悲忍辱。外表当然端正好看，所以各位要多看佛像，因为现在他们在尼泊尔做的佛像，你仔细看那个脸啊，都做得很特别，很庄严啊。然后看佛的像也会改变你的心态啊，所以让佛入心，因为佛的像都是累劫的菩提心的形象，那你要让自己习惯保持一个庄严，所以得身相庄严。第七，避诸恶道，修忍辱就不会堕落三恶道。第八，随其所乐，生于梵天。就像佛陀为了救人下地狱，然后呢又为了救地狱的众生被打着头破掉，但是他安忍，
马上由地狱升到梵天啊，上帝的天乃至做上帝。所以你修忍辱，直接跳过欲界天到的梵天，那个时间你算就是啊，第四层天就56亿了，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，一刹那的痴忍，几百万劫的清净快乐，你要一直思维这个道理。所以下回我们修菩提心的人要想爱发脾气的做一遍做一遍啊，这样啊，为什么要提醒自己，哎，我是属于脾气主的啊，会耍个性的，因为你不这样一直提醒自己或是被提醒，以我们大家爱面子这种立场啊，实在很难弄，很难处理啊。第九，昼夜长安啊，如果脾气不好，不修慈悲，睡不好，早上起来精神也不好等等。第十，其身不离喜乐，少病少苦啊。那有些人一辈子都在痛苦，那边痛那边痛，反正这些都是因为令人不高兴，就不修忍辱，常有病苦，病得很厉害。因为我有一位师兄弟，我师父就经常跟他说，因为我们这些师兄没有被他骂过的大概出不了家啊，出家以后个个要被他骂这样。但是他现在还在，但是他就是整天都在生病啊，我们大家也没办法劝他，因为连我师父都跟我说那没办法，就是没办法啊，他的个性。所以修持忍的人其身不离喜乐。第四，大家一起念好不好，眼睛睁开，嘴巴打开，好，开始。菩萨精进有十种利益：一，他不折福；二，得佛所摄；三，为非人所护；四，闻法不忘；五，未闻能闻；六，增长辩才；七，得三昧性；八，少病少恼；九，随所得食，食以能消；十，如优婆罗花，不同于除。精进，你所知道的道理都要用在心里面，用在行为上实践，永不退转。精进也叫勤劳，所以佛陀说，所有佛陀的一切教法以不放逸而得成啊！你再好的教法，你不修不精进，没有用。所以佛陀最后的一教，精进求证，不管你要证的小菩提、中菩提、大菩提，声闻缘觉佛教小中大啊，你都要精进。所以如果能够如此，他就是包括外在的一切，包括魔障，就不能够折服你，你永远在努力。第二，得佛所摄，诸佛欢喜。所以越精进的诸佛菩萨越加持我们，摄受我们。第三，为非人所护，所以诸天护法护持你。第四，这一点更重要，闻法不忘。所以各位都可以试试看啊，仁波切讲一节课，有人有抄笔记，有人没抄笔记。但是明天再叫你大概讲一下，你可能忘了，有些人还记得，因为他拿来观修，时时刻刻在观修。那在这一点，当然记忆有两种，记好的跟记不好的。有一种业障是专门记不好的，不好的忘不掉，好的一定忘掉啊，很可怜的。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在佛法上面精进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像阿难一样闻法不忘，
所以缅甸佛教之所以每一个比丘都很会讲经说法，叭叭叭叭叭叭叭，不用看稿了，包括跟格鲁派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背经典的啊，这边背五道论，那边背八道人觉经。就像我刚开始出家那时候，道元长老交代下面的，因为我也在那边，结果全部人都在背，叭叭叭叭叭叭叭一直背。所以那后来这些有些出家了，出家的好处，他突然就想到哪一句就讲出来，这样，因为他们把这些寄送经典重要的都背下来了，那这样对我们自己思维很好，就像牛吃草，可以再把它吐出来，慢慢慢慢咀嚼消化。所以各位能够背得更多最好，不然的话，至少你把这些寄送经典或是哪一句善知识的法语很好，你随时拿出来看啊，嗔怒即入地狱哦，小心。所以不善乱是成佛唯一的方法。所以，那你要把这些寄送记得很清楚啊，闻法不忘，我精进。第五，未闻能闻，没听过的你都有机会听闻到。那现在有很多佛书，这一句话该你懂的，奇怪，自然你就会翻到那一页，看到那本书或别人送给你，这叫因缘不可思议。第六，增长辩才，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发愿，做一个菩提心，想要利益众生，弘扬佛法，讲经说法，调伏众生，这是必要的。特别佛陀的这些口业可以讲一下三藏十二部经典，我们才有机会听闻佛法。所以做一个菩萨一定要守口业，而且要发愿，那自己才有一个很好的辩才。就像我们这次有很有福报，因为仁波切特别安排出家人，一般都是在家翻译，因为我们大部分是出家人，因为我们喇嘛多吉很忙的啊，但是他翻译出来呢都不会顿哪一句话，都好像一句很好的句子啊，让我们听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我们非常随喜功德。各位将来你也应该学习这个复讲或翻译，就像以前我是做正华长老的翻译，他讲中文，我翻成闽南语啊，有时候还翻成中文，因为有些听不懂河南话，我师父的腔更重。那虽然他讲的是普通话，但是有些人就是听不懂，那你还要再翻一次啊，但对我帮助非常大。因为你不能加一个字，也不能少一个字，这是习惯。那我有一位师兄弟也很会翻译，我们听师父也不是这样讲，他就这样讲啊，因为他就很随便，叭叭叭叭叭讲了。天哪，那不给他翻译，他还很生气，对吧？那又没办法。所以，那这个你就要练习的，要很。记忆力要好，又不能讲错话，又要讲重点。因为我师父虽然他不会讲闽南话，但是他会听，这才最困难的啊，会听你不能随便讲，讲错嘿这样。所以各位下回你真的要练习啊，就像各位现在在听经，听一遍，你可以用录音机自己用闽南语翻一遍，这有什么好处？它已经进入你的思维，不然你怎么翻出来？对你有帮助。就像我们在读诵经典一样，讲解经典一样。第七，菩萨精进得三昧性啊，三昧也是空性的意思，所以就保持跟佛的心态
一样啊，可以得到这种三昧性。第八，少病少恼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很多人都问我说，陶法师你不累啊，天天这样跑不累啊？我说我也不想要，但停下来就生病啊。我刚刚在上面又写了我自己身上三张牌位，中风的、车祸死的，还有一个烧死的，这样啊。但是一停下来，我就你坐在台上没什么事，所以只能一直保持这种状态。我希望各位养成这个，因为我大概从小被逼，乃至出家以后也变成这样。因为很多事情，所以脑筋里面不想世间的事情，就想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好，或是如何把这个佛好回答好，或是就像我要讲这一章内容本身也很简单，但是大家都会，我们怎么互相提醒。所以你要去思维这里面的意思。所以人可以老，但是脑筋不要失智症，不要老，要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。第十，如优婆罗花不同于除，这怎么解释？因为这个优婆罗花一开就非常的庄严，一精进一开就很漂亮。那除呢？除应该是不动的，就了。我是这样解释。所以精进的人就显现了庄严啊，不精进呢，那就如露，就是就了，在那边。翻过来，禅修第五，菩萨摩诃萨与禅相应，有十种利益。这里面他翻译不是讲禅定波罗蜜，他讲与禅相应啊，禅就是实相，禅就是无我的智慧。那就像今天仁波切讲那么多。啊，不是用各种的名词，那你要以空性、以圣义谛、以实相相应，这个叫禅。啊，这里面写的不见得是打坐哦，打坐后面叫宴坐啊。所以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大乘佛教的禅是什么？不离大悲心，不离菩提心，不离空性的去行一些利他的事业，叫以禅相应。那当然汉传佛教的禅第一种叫你修的什么唱赞，炉香乍热法，你要很融入。所以大乘佛教用很多的仪式，包括大家在礼拜啊，一起忏悔啊，参加法会啊等等，包括走路要怎么走，我们刚出家都被教得很厉害，可以安住一世啊。所以修禅的人敲木鱼、走路、参加法会、顶礼跪拜，这些仪式都会很庄严啊。那乃至在密乘里面，他们一起打手印、一起打法器、唱诵都要整齐、很庄严，代表他心很定啊。这一点大家都认识，法涛安妮。我觉得我看了很多，我不是特别的，因为虽然他年纪轻哦，但是我觉得他禅修修得很好，所以他们在唱诵做什么都很专注，而且记忆力会非常好啊，唱起来会好听，相好庄严，这个就是以禅相应，他比较容易安住一世啊。第二，行持境界。那既然大乘佛教不能生气，要修持忍，所以你就会安住在这种行持，去实践慈悲的境界，笑笑的，很欢喜，像弥勒菩萨一样。第三，无诸恼热。所以内心这个恼热就是内心乱了，着急恐怖。那以禅相应，当然内心里面极静平静。第四，守护诸根啊，心里调伏好，眼神也好，讲话走路都很庄严。
第五，得无时喜乐，不用吃饭，